阿云嘎，请做出你的第一个选择。那我选择第一位搭档，我的同班同学，也是我的室友。 我希望我们俩在这个舞台上，用音乐剧的方式，去表达郑云龙。就说吧，肯定的啦。初选到现在，一直想跟嘎子唱一下音乐剧的东西，把最好的舞台呈现给所有观众们。